曾经一起人榜前五的双排，今天再次组排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泰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是一把和曾经的双排蓝火的一把这个对局啊。那么老玩家的话，应该对他的名字是比较熟悉的，当时是比较顶尖的一个六鬼位啊。那么这把的话，他玩是小女孩。那么我化身为猛男啊，来保护他，来看一下我们曾经双排冲榜的配合吧。你在里面还是外面？对，你可以跟他去跟他照，不太像有一阶了。对，下边缺一个，没交上来。我不是 T， 大魔大魔去。反正你，反正没有跟着你，跟着你。怎么是这样？来吧，附身吧，附身稳一点，来附身稳一点吧。OK OK， 大哥没风光也没闪电，我不知道，我是有一个链接可以下载啊，就是以前老链接还能用，然后复制放到那个浏览器的那个，复制放到浏览器上面，浏览器页面就可以下载。要歪了，群演公告没有文件，粉丝群公告有，还有一个动员服的，你可以找机会震他，教他教一下，好了，震他一下。那个链接发不出来呀、啊。可以，他刚刚没跳过来。没事，还有球。毛是三十。等我拐角再震会好一点。在哪里修？茅厕修吗？茅厕修。再找，直接整，叫震他一下。他跳不准，这个猎奇跳的不太准。他准备分散开，这边给那啥了。不着急，等一会儿，等吃一刀，等我吃一刀，我俩分散开。开吧，开。杀我杀你往木走，杀我，往角落里走，我准备献祭自己了，你们走吧。这个玩输闪